你偷来视线，照亮整个黑夜，和我擦肩，落在担心的起点。剧本最后的涂抹，涂抹掉的是什么呀？我随手涂抹的，能有什么呀？丁丁把剧本给你了，嗯，那你快还我。其实当初的改编好做，可以跟现在的结合一下。真的吗？你不是小霸王吗？应该自信一点。唐鑫，哎，我知道你只把做一个梦给你当做自己的亲儿子，有很多想法，也付出了很多心血。不是，是不是唐玉跟你们说了什么呀？是，他刚给我们打电话。哎，不是，他的话你们别听。我自己那版剧本我知道，他确实真的不太好，然后他也有很多不太对的地方需要改进，我就……哎，行了行了，别演了啊！你的剧本呢，我和老冯都看了，我们俩啊和唐玉的意见基本一致，希望能以这一版作为基础重新修改故事大纲。哎，麻烦你下次沉住气好吗？我还没演完呢。老冯，我发现你最近怎么心眼这么大呀？哎，我觉得啊，干脆你就给自己写个角色，你演个痛快算了。哎，可以啊。不是，等等啊，等等。所以，你俩的意思是？我们俩的意思是，你的出版剧本虽然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，但基调基本上就是我们想要的。对，而且经过前段时间的磨练，你的编剧技能已经很娴熟了。哎，别骄傲，最重要的一点，回归初心。对，这就是你作为原著作者最大的优势嘛。我觉得剧本这个东西啊，别想得太复杂了，有时候你的真诚比技术更重要。好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。好，唐玉那边呢我也聊好了，先签丁丁的演员合同，投资合同呢要等时光影业那边股东会过会了，我们就能立刻签约。唐鑫，拜托你了。谢谢陆导的相信，我一定会好好努力的。哎哎哎哎，不光有陆导吧，不光有陆导，还有我呢。美女编剧，拜托了。放心吧，我真的会好好努力的。